抢地主。大王，你的牌打得太好了。快乐扑克派城市牌王赛，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龙氏文体频道打造的大型棋牌竞技类节目《快乐扑克派》，我是主持人世博。在节目开始前，要特别感谢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对本节目的技术支持，感谢。是的，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相信你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打牌，来评论，怎么样来呢？非常简单，赶快登录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勾勾.cn， 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或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扑克的全拼加上5个8进行微信报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掌声欢迎我们的白泉老师作为比赛监督，欢迎白泉老师。半决赛了哈，各位都是技术流，所以说打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昨天的比赛究竟怎样，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昨天三支队伍进行了半决赛一组的第一场较量，前几局牌三队分差十分接近，呈现着焦灼的态势。后半段哈尔滨队开始发力，逐渐显现出领先的态势，最终哈尔滨队不负众望，成功狙击第一个5分。好，我们的城市牌王争霸赛的半决赛第二场马上开始了，我们还是要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选手，来自于七台河的陈真啊。哎，陈真，这个半决赛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压力？感觉压力还是挺大。对，因为上次的七台河应该是第几？第一，小组第一。小组第一啊，所以说能不能保持住？对啊，所以说要加油了，好吗？好。来，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是伊春的孙玉东。你好，主持人。哎，孙玉东。孙一东，你这个你看这人一看就是老实的那种，人比较厚重啊，比较厚重 啊，对对，比较厚道。你这个打牌，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比较稳健吧。啊，比较稳健，和人一样啊。也希望你能够为这个我们的伊春拿到5分。好，我们最后认识一下来自于哈尔滨的邓尚东。尚东，你旁边坐着是玉东，二东，看看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打出一个精彩的比赛，好吗？好，加油！来，城市牌王争霸赛半决赛第二场，请选手戴上耳机，我们开始比赛。我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啊，三个选手应该说看上去都比较老道啊，就打牌应该说不降。这把牌明显陈真的牌更强啊，是，果断叫直接叫了三分、啊，这种牌是相当之好啊，是。好在哪里呢？因为他上下就没有断章，很整，对，而且大王啊，出单四单尖上手就完事了。这种牌不闹事的话，就出单四。哎，出了个对五，先打对。你这牌应该是先出单四啊，是还好就是外面对尖，外面没有对二，对吧？你这牌出单四吧，单尖垫上去，你上二的时候大王起对，直接就赢掉了，对吧？非常简单。四。这样你还得出四，出单四、这时候不应该出四，应该出把大长顺出掉。顺这长顺不管上你，对吧？你就出单四从走掉了。这时候你要是你无论是上二还是上大王，对吧？长顺要被管上，你这牌就很难受，对吧？是。你先把长顺出掉，就简洁的话，这还好，还好，这牌足够好啊，没有什么大毛病，对吧？不影响比分的。小学生的牌怎么出都赢，对，是，对。周，哎，直接陈真，七台河积6分，伊春和哈尔滨负3分，暂时领先七台河，看下一局。干净利索啊，出牌也没什么可说的，外面没有断章，也没有顾忌。现在不降。真的没有叫，11这牌也没叫啊！现在是，人可以尝试的效果。孙一东这牌，孙一东这牌还真就不顾叫啊，是，也可以尝试叫1分2分的啊，两分没叫，也可以，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尝试的叫一下。这把也没叫，这断章啊，没叫，还是也不能说错误。三分，不能叫三分。哈尔滨这边叫了3分，都没有叫嘛，对吧？六，这牌出单6了。
我觉得抽大六不如先出一对啊，还可以，因为他四和六有仨 K 带嘛，这样的话起手出对三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这个尖一出他很难受啊，上东要保持一个连对顺子，顺子，两位顺子，还好你仨带能上手啊。对，现在是有一，现在是正常是这样的，他仨带，三带一，他管上以后就只能出对，对吧？别无选择，对三是一定得出。因为外面大王这牌你出单牌猜单的话没有必要了，你拦不是对他就得走掉，对吧？那、嗯、对三是果断出击，走不掉。哎，对六，这边会不会让一下？让垫对七，直接对七垫出去。对七，这牌对七一定垫上。对尖就对二，然后对八，对吧？这个十勾圈先不出，对吧？因为你仨 K 在自己手里嘛，对尖管上以后，这牌没什么说的，就留着呗，从头对到尾，对吧？这八好在都大了，双顺走掉了，还没什么悬念啊。是，这算是这个陈向东的一个小运气。对，小王，好，追过来三分，哈尔滨三分，一春负六分，七台河三分。我们看下一局。这样哈尔滨把握机会把比分拉近了啊，现在这一局一分再叫三分，叫三分吧。这牌为什么三分可以考虑，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拆王对吧？但是你看这牌就没见尖嘛，对吧？我起手出对三也可以考虑，或者出仨带对啊，这牌非常好打啊，这种牌我觉得算非常好打的一局牌啊。三带对，这尖一见就更好打了，对吧？现在外面没有炸，怎么打都上手啊。五单打双都能过得去，圈你让不让垫 K 你还不让垫，这边直接上二，这五六七八九十勾圈 K。 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邓尚东你管上以后，你这牌基本上也是稀碎，对吧？对，你从六到尖儿管上以后你没有对儿，但是我也得管。对，你出最大的话，也是下家也是把圈垫掉了，对吧？没有办法，顶二，这二顶的就是看你吓他一下，对，吓你一下，看你拆不拆王，对吧？对，是，你看这样顺势垫圈就完事了，对吧？这样就炸了，直接就火箭了。陈真也是没中计啊，对吧？火箭来喽！对十走掉。齐大哥陈真一下锁定到了十五分，一春负十二，哈尔滨负三分。我们看下一局，牌叫起来非常好啊！陈真的牌这两局牌还是比较强啊，这把有看点、啊。不降，不降，叫三分。陈真做出一个炸，这边要叫个三分。孙一东肯定会叫三分啊！这种牌这落后比较多嘛，对吧？对四。这牌拿到手里起手把对四就得出掉啊，对四因为小对比较多，等上手时候垫单勾单圈，对 K 你看直接对 K 也定掉了，那就得忍五，改到了改单了圈，再忍，这牌你就一定要忍一下，对吧？你这牌二上的有点早，外面四个尖在外面，他其实我出个圈你就忍一下能怎么样呢？还得出队伍，对吧？对高，对 K， 对 K， 下家要对尖儿，这是下来还有一个对尖，七，中，把圈垫掉，圈。现在你忍是人也得忍，不也得忍，对吧？这把你单出单垫单，出对垫对啊，对吧？垫钩，钩，
勾垫出去，勾都挺大了，对吧？再出二就得忍，两王也不能炸，对吧？你只能忍。这个没什么可考虑的，还考虑什么呢？对吧？对，这个是要忍。小王，咱拆了。你拆王是，一拆王是更危险的，对吧？对，这牌拆的没有任何意义，你外面八一个还没见，对吧？对子人都可以压制你，对尖很多道，你这怎么办？对四，对十，对十，这还好吧？这对十，对圈，对三，接着出对，对六，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四带二？四带二走掉了。四带二，你看果然四带二，这牌孙玉东把这把好局葬送掉了啊！一把好牌，这个两个王不拆的话，形势未明啊。是。我们是哈尔滨代表队，我们是伊春代表队，大庆代表队，七台河代表队，双鸭山代表队，鸡西代表队，齐齐哈尔，鹤岗，绥化，江苏，深沟。2018。城市排王争霸赛，为我们的城市而战，为我们的城市而战。三分，加三分啊！这种牌，我觉得抽单五或者单六啊，先抽单五吧。现在起对的话，这小单牌没法出我。九圈垫 K， 他这样出你就顺势垫 K 了。K 对二人对三，哎，打对了，就打对了啊！对九，加对十的垫掉，垫掉，对十，这就非常整了。对，差一张六，对加，人一把攻不上。现在问题是圈，打单先垫二，对，二先垫二，小王下的时候再垫尖，这样的话就把握了。小王也一定不能要啊，这牌没什么说，他肯定不会要，是，对吧？考虑把单尖垫进去。十，实际他早就应该给对手反对啊，他好在就是没有对儿撒气，这样的话没悬念了，地主走掉了。二，因为你的队友起的对儿嘛，对吧？撒气拆开也得出对儿，这牌怎么打也是地主走掉，因为传对儿他也传不过去啊。冲天顺一个六，看一下比分啊，七台河是十二分，伊春是负十五分，哈尔滨三分。我们看下一局，这把牌有看点啊，因为手里有炸啊，两分都有断章，不叫不叫对五，先出个对五，先把对勾看能不能垫掉。对高，对加，不要的话再出对三。八，没有出对三啊。接，把二的上一颗。二，小王。六七勾勾二大王，大王以后四二道勾出对三，胜对二，顺子。果然啊，
四十道沟你搞不完，不要的话，出对三胜对二。这牌呀。对三。只能放弃了啊，因为外面明显剩俩二了，底下黑桃二始终没出嘛。我们看一下比分啊，西台河是十分，伊春是负十七分，哈尔滨是七分。看下一局，这种分差并不大啊，都有机会。现在刚出刚八局嘛。哎呦，啊，这把这把有看头了哈，你啊，两分肯定会叫啊，这边叫两分，这边会不会叫个三分呢？会叫啊，我觉得叫的概率比较大。嗯，没叫，没叫。嗯，哎，我考虑很清楚啊，就是说你这么好的牌，因为你看一下你这么好的牌，对手，你的对手凭什么叫的两分呢？对吧？对，他至少是三个二以上，他会叫两分。三百一，刚才他叫起来也挺厉害啊，六七八九十，七八九十勾圈 K， 牌还是很能打的啊。对三。对圈七，我单七，尖，尖是足够大了啊！哎，知道了，三百一，手里有四个二。你现在四个二，你三代一不要的话，他只能三代对儿啊。三代对，三代对。啊，你再不要我就成炸了。他没准要成炸，因为其实叫两分没人叫嘛，他没准出单八，四个二轰掉啊，有可能这样出牌啊。不过下家正好把他 K 顶住了。K， 哎，直接出 K， 哎，顶 K 还是很聪明的啊，很聪明。因为 K 直接也叫王，对吧？对对。既然没有了嘛。单八手里有四个二。K。这成炸了，哎，净手炸、啊。这孙正义很聪明，也知道对方手里差不多四个。嗯，这样的话，比分是七台河十八分，伊春负二十一，哈尔滨是三分。看下一局，刚才哈尔滨选手啊把牌叫起来还是有机会啊，就没有叫啊。现在看一看伊春这个选手，两个断章都致命的啊，这把牌叫起来也很难受啊。两分，加两分，不降。这边七能不能？七是能补啊。现在是仨带，仨三带一张得出啊，看看硬手。五，我觉得出五现在不明智。你这仨带，你要是管上你后手的牌，管上你这牌很难出啊。对呀，而且仨带太小了。对。二，小王，小王现在只能让啊。管是不可能的啊！三代一，啥十？三代一，四五六七八九，啥来还送回去了？这牌居然送回去了啊！三代一。对方要没回手的话，也不会轻易出撒袋啊。好在一送走，这牌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这对六也得出啊，对吧？你还有什么别的可考虑的吗？对六，对高，这顶对高，这边对凯，对过来，这边还要对尖儿。对儿加，然后再送对儿。对儿七，傻了。刚才他要是留着对 K， 要打住下家的话，或许形势不一样了。是。对儿高，这样的话，这地主又走不掉了。这孙玉东的时机把握上有点小问题。二。越打越稳健啊！你可以叫一下，这把我看未必能叫啊。对，这个小王二也不太够叫啊，但是会叫一分两分的、啊。
啊，叫了三分啊，拼了，反正我也是，因为你这小王二啊是选择性话语权啊，这牌打起那打起来很难打，这大王二没什么问题啊，小王二叫的有点猛一些啊，是圈圈直接上二，再出七，这牌就得想办法偷袭，这牌出个七七。先把想办法盯小王，如果大王不要就走掉。K， 小王，大王不要就走掉。哎，果然没要啊，这来机会了。四道圈，九道尖儿。顺子。顺子。哇，一春选手又把比分拉近了一些，十七台和是二十三分，一春是负二十二分，哈尔滨是负一分，我们看下一局，这把牌一春还会叫啊，叫两分三分的问题，叫是应该叫，对，叫两分留活口，不叫考虑抽单四啊，四 K 接，啊，直接要小王了，小王连队，这个顺顺抽掉了啊，三带一，仨三带管还是不管，所以是管一手，三带一，三带一，对儿十，对儿 K， 对二应该拆掉啊，出九 K， 先出 K， 接。管不管，没管，没管，再出单牌九金，再上二，这样打的话真有希望啊，这个地主还是有希望获胜，上二，你这牌你要出大王，我估计他出顺的概率比较大啊，看他出顺还是出对勾，出对勾就走掉了，出顺这牌就是，你看果然出对勾了啊，很明智啊，哈尔滨选手出牌完全没有问题，顺子，这样的话陈七台河是二十五分，一春是负二十六，哈尔滨是正一分，我看下一局，不叫两分啊，叫两分没叫三分，对儿高，对儿圈，对尖儿，对儿尖，对儿，现在对儿管上，然后出单牌，三，接，
二，不要出个飞机，再出单排。飞机，这样的话就炸出来了啊！招，K，上小王一炸。小王，大王，我炸，K。这局比结束呢是齐泰和是33分，伊春是-30分，哈尔滨是-3分。我们看下一局，这样的话齐泰和越领先越多。牌叫的也比较顺啊，牌力比较强，这边断六断勾，叫两分，这个六是比较关键啊。这牌起手出对吧，也可以考虑对三，小对比较多，对六，对高，对圈，对 K， 啊，这样是对尖管上。对儿尖，对儿四，对儿尖，上边儿。啊，这没要啊，这把牌。顺子，长顺。这轮比赛其实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啊，大家打的都比较稳。对，总的来说都。都比较稳健啊，这唯一就是齐泰和选手的牌力比较始终比较顺、啊、比较顺比较好。嗯，二，嗯，好，那看一下哈尔滨-1分，伊春-28分，齐泰和-29分。我们看下一局，现在那两家就是把握机会啊，齐泰和伊春。现在这把我看这把伊春还有机会啊，就是最好的农民牌，一分不降，降了一分，希望别人把它拿走。结果一分一分居然叫到手里了，叫到手里了，对吧？出单牌，也这牌还是能打的啊。出个单三单四都行，对，因为你叫一分没人叫啊，你想想，他们牌好不到哪里去，对吧？对，就你这牌不好，你对手的牌可能 也差，对，不然的话叫一分，你看都没人叫。K， 把单尖垫掉，接，现在五没见，二王没见，二有大牌人，这把牌还是相当能打的，对吧？手里还有一现在三十，哎，这勾又垫掉了，中。接。他的人九，九还在忍，刚刚顶九顶住了，对吧？对，人这牌除了忍还是忍，没有办法啊。十，看能不能顺出去。嗯，哎，就估计这边现在就九垫掉或者出撒袋上手。在想，哎，打了个八。这会给对方造成一个错觉，是不是单张不要呢？是吧？对，有这种可能啊。对，现在是问题是王没见，三个二现在还没明显变化啊。他现在除了忍还得忍啊，形势未明。但是外面俩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你想想，你要一分他都没要是吧？接人还是不能要。哎，这边出五了，点个九，点个九。九，这就这五和九见张，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其实就可以先炸一下了啊！他是对，他是考虑上手了，对，聪明，嗯嗯，这回九垫下去够打了，双顺，对呀、啊，够打。你不要我就走掉了。那俩王成的概率比较小，是。这把打的也是比较对，有精彩啊。不降，三分，打
上了满农民那个叫牌。顺子，六七八九十个圈，顺子，三带一，看看抽出大王，这牌抽大王就危险了。大王，没想到这炸真就成了啊！我炸，因为春天和一炸是一样的啊，炸是一定要炸啊，没有办法啊，这牌。对三，应该是不能说有大的失误啊，因为他比分落后嘛，他要是争一下子春天。应该说也是没有无可厚非的这牌啊。出个单牌三，只要下家顶住二，上小王就走掉了。小王，对儿七。三带一，连对，这样打下去的话，对齐代河选手是非常有利的啊！两个选手往前努力了一把，结果都失败啊！现在是齐代河34分，伊春呢-26，哈尔滨是-8分。我们看下一局，现在还有3局比赛啊！我们看这三局，谁能把握住机会？对儿八，对儿圈，上对尖儿，对儿尖儿，仨带一，三带一，三带一。对四，哎，这对儿又上手了，非常好啊！把对勾垫掉，这牌是获胜，没有悬念了。那七八九是勾圈是大牌啊！你怎么出七八九勾圈是大牌？二，大王，大王。有炸就认了啊，理论上存在4-5的可能。顺子，对儿高，这样齐代河是31分，伊春是-29分，哈尔滨是-2分。看下一局。不降，这把伊春有机会了，3分。啊，从对三出起也可以考虑。七出单七，圈尖二，还在忍。你要既然出尖了，你就只能忍了。顺子，这把牌打不好，打输了啊！顺子，五，上大王，亮，这边起手出对儿啊，形势就不一样了啊！大王。对三，看到对九能不能垫掉。对家，这边没垫掉，这样咋的也走不了了，这样你管上以后也是不行。四，
那顶二。二。这样的话，一春还是没有把握住机会。小王。啊，这三十多分的分差很难追啊。不降。单飞。六。这我单六。周。K。单尖垫掉。尖。二。小王。对五，对八，对十，对圈儿，对圈儿，对三，对圈儿，对 K， 对 K， 对尖儿。现在这样的话，怎么打也是够呛了啊！顺子，你现在有四个九啊，这牌怎么打都麻烦呢。五，顶个尖儿，尖，二，这样的话也是不行啊！你出对八，他只要把对勾垫掉，你上对二他就炸你了，对吧？仨带，他仨带对儿，你怎么也是不行啊！怎么也是挨炸啊！你这样成了，直接上。完了，我把地主又关掉了。我这样的话，只要是哈尔滨选手叫牌，一锤选手就有炸啊！是，三带对，这种牌是没有办法。三，你看一下比分，七台河是四十分，伊春是负二十九分，哈尔滨是负十一啊。我们看最后一局。好，那城市排王争霸赛来到最后一局，我们看看是哈尔滨的孙尚东，一分，不降，三分，降了三分啊。孙玉东这牌叫起来也是比较难受啊，成炸的概率几乎为零。没关系嘛，反正他都是最后一名了啊，对，出单三嘛，对吧？小单牌实在太多、哦。圈。单 K。二。双是一个大飞机，对，这样的话对五。对五。对九，啊，对十还垫掉了。对十，这把牌是输掉了啊！你炸炸也是输了啊！下加上对二，对二，再出一对儿，肯定得送一对儿啊！这牌外面明显队友有对尖儿，对圈，上对尖儿，对尖就放弃了啊！你炸了，现在也不够打，这不能炸。嗯，炸不炸都一样啊，对他来说排名是一样的。哎，我相信你看完比赛之后，真的忍不住要和家人玩一把。为什么呢？因为看我们的比赛真的很学知识，专业的选手打牌看着真过瘾。啊，那我们的比赛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想为您所在的地区的选手加油打气的话，赶快登录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gogo.cn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海选，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或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扑克的全拼加上五个八进行微信报名。啊，比赛就到这儿了，那特别要感谢勾勾比赛对本节目的技术支持，我们下期再见。